小朋友，欢迎参加悠悠 Party， 两次爱的悠悠，预备备，开始。不得了！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因为这里有我们开心的笑脸，不管是谁看到的，保证都开心啊！对耶，我们的节目真的很好看哦！看了以后一定会开心笑不停，哈哈哈！呜呼耶嘿！哎，太夸张了啦！那小朋友赶快跟着我们一起，开心的玩，开心的唱，开心的跳，开心的看节目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星星哥哥。我是月亮姐姐。月亮姐姐，你知道现在最好玩的游戏是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啊，就是我们最常玩的猜谜游戏。哎，好玩的游戏时间开始咯。嘿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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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在嘿呦，小朋友你们别害怕，两个提示，来玩玩猜一猜。猜对了，大大的宝物送给你。哎，猜错了，你的宝物让我们带回去。悠悠猜猜王，大力小巴 ，Taco 船长欢迎你们来挑战。哈哈哈哈 ！Hello， 小巴，你在做什么啊？小巴，你怎么了？有个味道。嗯，味道。哦，是臭臭的味道吗？哎，不是臭味。嗯，是香味。哇，有一种我会赢的香味。没有啊，什么味道都没有啊。你不懂啦，这是我最近才发现的哦。不然我们来玩猜拳游戏，你就知道了。好啊，剪刀石头布。Yes， 我就知道我会赢。太棒了！小巴，我想我们今天终于可以把悠悠宝物带回家了。我会赢。哦，那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第一个提示是一个胖娃娃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可是我们要猜什么啊？是一种动物吗？它不是一种动物，它是一种可以吃的东西，而且啊，它的样子胖嘟嘟的，颜色是橘黄色的哦。对呀对呀，样子很可爱。像我昨天就买了一颗。哦，有多大？这么大，这么大，哇，这么大，胖胖的可以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赶快想一想答案哦！哈哈哈，你们猜不到，哈哈哈，你们猜不到，哈哈哈，你们猜不到，你们猜不到，嘿嘿嘿，橘黄色，大大的，嗯，
我想应该就是很大的橘子了吧？没这么简单吧？我们还是先来听听看第二个提示。嗯，船长，请给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喂，灯笼？为什么会有灯笼啊？又不是元宵节，难道是船长弄错了？哎，大力，你忘记了，国外也有一个节日也有灯笼的。啊，我知道，万圣节嘛，就是大家都会扮成鬼，有糖果。哎，嘘，你这样会吓坏大家的啦。哎，他说的只是一个节日的游戏而已。对了对了，不是要吓你们哈，意思是说啊，这样东西可以做成万圣节的灯笼，而且啊，大家都会一起提着灯笼说，不给糖就捣蛋。我有预感我们会赢哎。啪啦啪啦噼里啪啦猜不到，啪啦啪啦噼里啪啦猜不到，猜不到猜不到，永远猜不到。小朋友一起说答案是什么？南瓜。是南瓜吗？我们请船长公布正确答案。一种长得胖胖的可以吃，在万圣节的时候会被做成灯笼的就是南瓜。哦，他们猜对了，我们成功了。耶耶耶，宝物是他们的了。怎么又失败了？真是叫人伤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运还是不来临，这次输得惨兮兮。哎呦，大力，小巴，是的，船长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。大力，我看啊，我们还是来玩猜拳好了。好啊。剪刀石头布 ，Yes， 我就知道我会赢啊！我又闻到我会赢的香味了。嗯，早知道你就跟他们大家玩猜拳就好了，现在才说来不及了啦。对哦，我没想到哎。
我要按时间刷牙，不然我就会蛀牙牙。牙齿要健康，不能只靠妈妈，我要自己努力一下。我要按时间刷牙，不然我就会蛀牙牙。牙齿要健康，不能只靠妈妈，我要自己努力一下。如果想要笑起来像一朵花，当然不能满口蛀牙。大白兔细菌不能只靠爸爸，快快自己拿起牙刷，伤口敞开口气放向人间人爱人人夸。不刷牙就蛀牙，好像有点可怕，快刷牙快刷牙，按时刷牙。不刷牙就蛀牙，听起来好可怕，快刷牙快刷牙，细菌刷门牙刷门牙，好好笑大人牙，头边刷右边刷里面也刷。不刷牙不刷牙，小心会蛀牙牙，我们要一起来做什么呢？一起说故事。师姐和舒伟是两个爱说话的小女生，她们俩每天吱吱喳喳、吱吱喳喳的，感情啊好得不得了，真是对好妈咪呢。听说今天她们要演小红帽，而且还是改编版的小红帽哦，一起去瞧瞧吧。今天我们要说什么故事呢？小红帽。那你是演什么呢？小红帽。那舒伟勒？我演奶奶，还有天蝎子，还有大象。那我可以演什么？大野狼。好，那我是大野狼，那故事就开始咯。小红帽，我们去爬山。好啊，叫我爬到这咯。出来了。今天天气真好，肚子好饿哦。怎么有两个人在那边在休息？他在睡觉。我还不要休息。啊啊啊、我还不要休息。好，我决定要吃了。把你们吃掉。奶奶呢？奶奶不见了。奶奶去哪了？奶奶，我也要把你吃掉。宰大象，放大象你。肚子吃得好饱哦，看来啊，我来睡个午觉好了。这两个出来了。我们两个。你们是谁啊？我是小红帽的朋友，我要叫出小红帽。我是奶奶的朋友，我要救出奶奶。先这个决定哦，那个先把那个石头放到牙齿，然后再放到肚子里哦。嗯，就决定了，确定了。好痛哦！我晕倒了。前不见。
小红帽跟老奶奶被揪出来了。哦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蝴蝶先生。他们要干嘛？救他出来。哦，哦，好痛哦！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下次不敢再吃人了，对不起。那我们回家吃饭，明天我们一起回家吃饭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今天是你最喜欢吃的烤肉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嘴巴这样子一下，然后他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哇！照一下。那蝴蝶先。记得准时收看《悠悠点点名》。哎呀，我的嘴巴好酸，肚子也好痛。
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柳丁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这边有一个订阅键，按下去就对喽，这样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。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的话，可以按这边，等等，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哦，要常常上来看我们哦。